擦棒界外。本季的代打打击率哦，其实不错，.308，是三个打数里面呢有四支的安打，而且现在呢是一个得点圈的打击机会，.23垒上有跑者。但是跟林彦峰在今年球季的对决啊，两个打数里面呢并没有出现安打。这个球出手打到游击方向传出去，形成安打了。垒包上面的跑者回来，第一个得分，第二个这个球传回来也得分，追成平手啦。代打成功，代打成功，郭建宇在那边打了一个三游之间的穿越安打，从林彦峰的手中啊，把这个比数一棒给打成平手，变成6-6了。哇 ，Swordfish 在那边代打建功，现在让这个战局啊又变成。重新再出发，正好穿越了三友防区，这个球的位置也正好拐到内角的地方。